叮叮。现在开始布置了，就是等一下一个小餐桌吃饭的地方，还有刚在拆饼干，超喜欢的，我觉得画得好用心哦。还有气球，我有准备一个比较是法式乡村系列的，我还特别要求要一个小天使的彩绘饼干，很为难人家，但他居然画出来了。还有油画，然后这是按照我们全家人喜欢的食物做的一个台湾小吃，但怎么会有个汉堡呢？因为上喜欢吃汉堡。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哇，还有迷你咸派耶！是鲑鱼柠檬泡芙。我们这么多感觉，虽然我用手拿好了。剃已经剃头，然后剃头，然后剃眉毛以后的样子哎，也是想看大家吃饭。你呀，看爸爸，哎，爸爸示范一下，那么，去宜兰受益良多吗？噔噔噔噔，来妈妈吧。噔噔，考虑他的对焦速度，噔，可以我。好可爱呀！
谢宝贝啊！融为一体了，有没有？小乖乖，下午场换造型了。融为一体，融为一体。给他做一下。爸爸，要挂饼干喽。爸爸，对啊，我们小大大，哦，要乖乖，很聪明哦，这样子，他吃到东西了，那个没关系，对，掰下来，然后放没有没有嘴巴，放嘴巴这样子，小大大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妈妈正在吃我的炸酱面了。嘴巴张开了，阿妈帮我念，小暖小大大，然后啊，叔叔公主亲，好，初体验。哎，爸爸，你那个头，这个是汉堡哦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是汉堡，你看两层肉，哦，开心，小暖小大大，祝你每天开心快乐又健康。你看他想吃，你是不用配音的。欸、他是往下要找哎、欸，好，好了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家博，我们一起炸酱面。多加没有啦，一起炸酱面。为什么他想要吃？他吃到甜头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吃到甜头，吃到甜头，下一位啊。好，事业发大财哦哈！哇，好了、啊。羞答答，好的，好，明白了，好。哦哦哦！哇，怎么这么香？怎么这么香？米啊！哇哇！不哭了。嗯，你敢说吧，来说吧。Happy, happy, happy, happy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没有啦，切蛋糕哦。我推过来一点啊，没有啦，切蛋糕，切蛋糕。有哎、欸，还有在看蛋糕哎、欸，我爸下去了，真的，我爸靠近了吗？嗯，可这你不能吃，他真的要靠近哎、欸，这个是不能吃的哦、啊，他流口水了，真的，这个不行哦。Someday, 你说妈妈，我不要穿这样的手怎么办？哎，好，我希望他长大可以展翅高飞他自己的人生，我还好。首歌来听听吧，你上首歌来听听，来，一二三，笑我，你跟妈妈的衣服大小不是叠上去的这种感觉。Here comes the moon.